里挺好的。在塞班拍合照的时候，就三人一组嘛，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意跟赵越一组，尤其就是前辈们啊推脱，哎呀你们是 N 队，你们一组好了。结果没办法，只能我跟大哥，前辈哪一个哪一个？没有，你知道吗？阿黄和我两个人也算是一个九二代的小心机。然后我们每次看到那个赵越不是要分升学组了吗？我和阿黄，我要跟非常默契的抱在了一起，阿黄。我们两个一组，好美哦。对，结果要分三人一组的时候，没办法，只剩我们三个了，难以启齿，我想拒绝的，说不出口。你们联合排挤大胸是吧？你呢？说的是什么？你呢？这个人当时听到分身血要跟赵越分到一起的时候，跑的也是最快的一个。小徐啊，你还有没有搭档啊？那兰兰呢？我想上厕所。兰兰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吗？对，没有哎。你怎么没有？我觉得我人生已经很美满了。你有吧？你应该有很多吧？想要给你，没事。啥？没事。我突然之间来了这么一首歌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人生很美满，就是。哎，李大凯，你为什么没有启齿？你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吗？我觉得这个 MC 又挺难以启齿的，因为根本想不出来想说什么嘛，让我说。那兰姐，你到底有没有？啊？你到底有没有？我真的很美满啊。嗯，好。好吧，你人生都美满，那理发卡呢？我感觉你的人生很残缺的样子。对的，我其实一向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，但是就是有的时候，就是记得有一次，握手会还是什么的时候，有个女孩子来握我来着。然后结果就是他给我看，就是他找到了我的一个同人虐文，然后那个里面就是他说这个文写的可好可感人了，就带着很憧憬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就我看了一下那个文，后来搜了一下，好像是我就是跟我忘了是跟谁了，就是爱的死去活来，然后然后后来我们吵架了，然后我一气之下，所以重点是什么嘞？我坐飞机回了西安，然后坠机了。然后完蛋了，结局太精彩了！啊、天哪，我以后好虐呀、啊！我以后不敢跟你一起坐飞机回西安，好害怕了。这个文还是我过年的时候看的，当时我跟人在楼下放炮，放的正高兴着，棒棒棒的。然后一回来看到一个私信说那个文发给你了，一看哇，我死了。好了，结局太精彩，有点惊吓到。那还要称赞他写的好。安琪呢？我也看过我的文章，里面我也好像也死了。你就怎么那么喜欢把人写死呢？我又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里面就是很悲伤，很而且还要感谢粉丝，谢谢你哦，写的真好。对，看到我真的哭了，看到我真的要哭了。难以启齿，这写的什么鬼啊？就是他明明用那种期待人看你，我用心为你铸造的一个新的世界，实际上就是这种世界。简直了的结局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请下面的小伙伴告诉你们难以启齿的事吧。有生日祝福哦、oh? 他的 ID 为杨慧婷，你来了吗？ Oh? 没有来对吧？没有来对吧？我要告诉萨沃，你那个杨慧婷跟萨沃基不是两个有可比性的那个是吗？哎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为什么别人米友生日的时候你送他一条连衣裙，萨沃基呢？你怎么不送他？他把他整个人都送过去了，我把我的心都给了他了。其实没来。对，然后呢？ Sorry. 我觉得你应该有点补偿吧。补偿？对，拿什么来补偿？我不知道吧，这是我的小军，小军发生了什么啊？天哪！吓死我了！我跟你讲，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个人啊！我跟你讲，来猴回来了，猴，今天佛星座的小本本上记满了人，天哪，害怕。大哥想知道朵朵私下真的那么弱瘦吗？米花真舞，然后他私底下比你们看到的还要瘦。就是你知道他经常会卖萌，还有撒娇，然后都是那种听不下去的。朵朵饿了，朵朵想吃饭饭。
真的很想揍他，你知道吗？每次都这样子，你都老大不小的人了，还每次对我撒娇，真的好烦啊。对，大哥，你从塞班岛回来怎么没把朵朵杀了？爱上小菊四八，因为我回来的当天，然后孙瑞和冯清朵就跪下了。对，刚刚敲门，孙瑞已经啪跪下来，大哥我错了。我就觉得那就算了吧，对不对？总不能剁他手指也剁他头什么的，就算了，还是不要那么残暴，毕竟有那么多爱他们的粉丝在，我就不要那么残暴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了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，么么哒。